报告各位委员，让大家久等这么久，非常的抱歉，我的能力还要再加强。那因为进来啊，政治的气氛不怎么好，所以今天的会议就到此为止散会，还没有。下周一，下午处理警政预算，我跟赵天林赵伟，借下星期的下午时间来审查警政预算，那个赵朝伟，你来说明一下看哈。下礼拜一本来就是警察的。好，谢谢哈，那个陈朝伟哈。是这样的啊，就是确实今天有一些插曲啊，有一些气氛等等的，我们都尊重了哈。虽然我对于这个插曲所引申的原因，我有不同的看法。好啊，这个没关系，我们就尊重每一个人不同的看法。好，我稍微讲一下，我认为所谓的三层接户跟以前的可能有很多充满了这个巨码，上面有刀片的，我觉得已经是个进步。好，但是我们尊重不同的看法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本来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看法。但既然已经陈朝伟做了这个决定，我们刚才有做了协商，又希望我们的议事不要拖延。好，那所以呢，今天我尊重您的这个散会的这个决定，但是我们下礼拜一因为是毒品防治的专报，那各位其实大部分也都会来，好啊，所以我们上午呢就请各位内政委员会的委员见谅，我们时间缩短一点，跨中岛进检给公火料，下午我们就时间借给陈朝伟来审警政预算，这样子。以上。谢谢赵伟把下星期一的时间，下午的时间呢、借出来啊，那我们就尽快来审查警政署的预算。那今天会议到此为止，散会，谢谢大家，多喝咖啡。